话语少，多少人话太多，尤其是女士，话多虽然是好事，但是话多如果你不说好话，你们知道将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如果你话太多你不说好话，那就叫造口业，所以叫寡言呢、养气。那么一个人如果气没了，人家说断气了，死了。台长经常帮你们听众看一些爸爸妈妈，在中国的，在世界各国的人，我经常看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，我看到他的气不够了，他的气场要断了。那么我讲给你们听，台长看到的是什么样子？一个图腾躺在那儿，比方说他是属猪的，这个猪呢已经是躺在那儿了，然后呢，他的猪的身上已经没有光亮了，然后他的气场呢是很弱很弱的。大家明白吗？这位老先生啊，你不要拍录像了，坐下来听吧。台长呢喜欢用气跟大家讲，用实实在在的事情跟大家讲。台长不会做广告，我也不需要做，我不要钱，我也不需要钱，我希望你们好，救人要真的。